你刚不是说你不对，哎、欸，我觉得，在我前面，我觉得露米也怪怪的吧，露米怪怪的，他是，我刚跑过来的时候，你跟哈基都在前面，哎、欸，因为我刚刚看过去有粒子效果啊，真的吗？嗯，我昨天忙着逃跑，没有查到人，这个预言家雷耶，浪费一点，哎、欸，我旁边突然死两个人，很恐怖哎、欸，我要去跑。哎、欸，我跟你讲，你知道刚刚那个吗？哦，太明显了。这样，你追那个杰克追得很好，结果刚好那个露米也跑过来，两个交叉，两个交叉。我在闹啊！我在闹啊！我在。你干嘛？你干嘛？隐形之锁、啊。隐形他也不知道啊。我要讲，刚刚他们俩超过分。刚刚我站在那里，然后波波就走进来跟我说要取暖、嗯，然后杰克就站在门口看我。所以刚刚两只狼都在我旁边，好坏、啊。那你知道吗？我刚刚什么都没玩到，就跟着你一起死了。被团团，团团，师傅，你赶快去当妹妹。可怜到多一个团团来了。团团、啊，什么鬼？什么鬼？刚刚团团，哎，啊，你今天跳票了吗？啊，那我们十一个人都是团团。哎、欸，狼人三只哦，三只哦，嗯，团团现在有 CP 哦，好，没问题，然后有血魔狼哦，好，啊，那一定有炸鸡丝哦，好，然后有你是狼人哦，我要炸鸡丝啦，刚才当炸鸡丝，有炸，你是臭狼。你是臭狼，我的天哪！我怎么听到有人打我？嗯，乱乱打人呐、啊！等一下，等一下，现在才可以，真的也太多人了吧？你们在干嘛？你们在往往人少的地方走，爸爸。我要躲起来。这群坏之前的密道，我也要躲起来。有些密道都不见了。阿基又怪怪的啦，跟着狼人偷跑。他每次怪怪的。他等一下就穿金装了，跟你讲。干脆直接跳他算了吧。先跳他。对啊，哎，这个本来就怪怪，你不能用那个标准去看。你躲着。他一直跟着我啊，他超级变态。直接票了啦，直接票了啦，行啊，啊，附近有谁票他？跟着滑，跟着滑，两个人跑过去，跟着我。等一下，你们两个怪怪的。卢米出去会死，卢米回来，他坏掉，他坏掉了，怪怪的。我也要跟着团团。我干嘛啦？哎呦，白痴啊！自己冲杀回。哎呦。哎、你要干嘛？你要干嘛？我没干嘛。是不是有穿盔甲、啊？你不要跟着我。我没干嘛，我没干嘛。我跟你讲，不要过来，就不要我过去。对了，我干的嘛，好不好？哎、欸，有个盔甲在外面跑，有个微盔甲在外面跑了。干嘛？他有拿武器吗？有人应该有炸鸡丝哦，有炸鸡丝，有炸鸡丝，有炸鸡丝哦。是谁？是谁？小友给你看这个。哈？狼人这场是有三个哦，三个哦，嗯，好，我什么都没有，三只狼啊，哦，好，嗯，波波来了，波波来了，波波来了，波波别靠近，要不然就是有狼在装啦，哎呦，你干嘛？有想引狼吗？对啊，我觉得有盔甲就直接怀疑他了啦，啊，对，管他那么多，那个是谁？那个是谁啊？那个大的画面很危险哦，反正死了。繁星死掉啦、啊！繁星死了，下有个盔甲。好、哦，对，刚刚旁边有一个盔甲。哎、欸，有人在我旁边，是谁？是谁？我要来看一下这个人是谁。粉团是有没有？小雨是你？不是我，不是我，他跑进去里面了。有预言家，等一下，我刚查，我刚查预言家，我查哈基，谁？你才预，你最好预言家啦。我刚刚查，我看一下，我刚不是酱油，小雨是一个人讲吗？我们这边是酱油，小雨是好人。屁啦！我才预言家，好不好？酱酱油到你查到了，那查到了。我查哈基，哈基是哈基不是。你刚在里面。我查雨好，小雨是小雨是好人，哈基是好人，哈基是好人。我是要包包先弄掉，真的，我是这个先弄掉，哈基是好人，是我先弄掉。我觉得包包在装啦，哈基好人在装，包包在弄。小雨好人，他怎么样相信小雨？我们我等一下，我相信我是好人呢、啊。我先走了，我要走了，这里太危险了。哎、欸，你们可不可以去旁边自己那个呀、啊？了解一下。
自己打一下。对啊，自己快，对啊，自己打一下，自己快乐一下。我才是冤家，我刚查我自己是狼人。哇，哈哈哈哈哈哈，白痴耶、欸！现在不能说名字哦。天哪！我洗个澡，洗那个人，那个男人，男人对。哦，那讲名字哦。哦，你走开，你冲啥？哦，发光好久、哦。真的？谁啦？杰克，你不要跟着我啦！谁、啊、啦？啊、不能说名字吗？啊，拍谁？我错了，没有啦。虽然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哎、欸，我下差一点，可恶！我要下来。我要爆爆！昨天晚上死好多人。对啊，死好多人。你又要爆了，你要爆谁？我卢米是好人。我跟团团在一起，团团要报仇。我跟你讲，巧克力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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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克，杰克直接打。巧克力狼，超我你大清，我大清。巧克力狼，巧克力狼，你什么身份啊？你什么身份啊？我大清，我猎人。我跟在你后面。哦，你们叫猎人，你要摆什么？有问题。两票一票。我刚刚被抓走，我刚刚还有人定身哦。那打抓巧克力，他刚定身哦，定身还在哦，猎人还在、哦。你定啊，你定。所以他猎人是谁？白天才刚猎人是谁？晚上那你不要跑嘛。刚刚猎人是杰瑞，是我。你过去，哈基直接把他打过去，把他打上去。上一场晚上哈基直接跳狼了，你们干嘛信他？哈基不是狼，哈基不是狼了。我预言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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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唯一预言家。我操，谢谢。OK。巧克力死了，剩一只狼，剩一只狼，哎，我剩两只，一只不到，不确定，不确定啊，完蛋了，完蛋，哎呀，这个，噔噔噔，他这个树真的是很忙，对不对？是不是查不到人？超忙，我刚刚也是好人，跳过，太忙了，还有两只狼，还有两只狼。啊！我刚刚不能讲名字啊！啊！我觉得应该推理出来了，我忘了一个可能性了。哎呦喂啊！哎呀！哎呀！对啊！我都忘了一个可能性了。哎呦喂啊！哎呦喂啊！哎呀！你是说你是受这方面？不是，你自己可以除了名字以外可以去说。哎呀！老板，来，团团讲啊，说出你的理论。波波，波波跟酱油，波波跟酱油，你也不是狼人，好吧？波波跟酱油，来啊，来一下，这是谁？这栋里面，这栋里面，刚刚进去里面这栋，哪一栋是谁？宝宝，我不是狼，你就是狼。我刚刚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知道谁是冤家，我知道谁是冤家，酱油，酱油是狼。波波，杰克是诈欺师，我刚刚亲眼看到他了，不好意思了。你两票，哈基先跑，哈基先跑。哈基啊，波波，酱油了，快点！没有，我们现在帮不掉，没有他们，我们都砍他们有投波波。哎，可是我砍到他也没有。你跟我对跳预言家这么久，当然会怀疑你是狼，你最好预言家啦，你最好预言家，你是血狼，小孩子啊，小朋友最好拦财哦，被票走了，小朋友还有狼，小朋友是跟 Z 是兄妹党，所以 CP 对啊，对，不，谁拿到我旁边了？救命啊！哎，还有卡斯，这是拿武器啊！狼杀人又拿武器哦，有善提醒。对不起啦，比较笨呐。暴狼，暴狼，暴狼，暴狼！快，你有那个有一个是加速，一个是发光，他用掉了。有，所以才在后面，所以才空拳呐。我刚刚往前滑，然后滑一下，结果他跳两下，我又往后滑，他又跳两下。就不要用滚轮。你小雨不乖啊！不会啊，我用的很好啊。要白天喽！哎呦，要被票了！白天喽！白天喽！哦，还敢进来啊！快跑！剩下三个人都会一直发光。
哇哦，这哪一个是哪一个啊？你慢一点，你慢一点，打我打我打我这个人！你获得一票，你一定要票一个人啊！哇，偷偷打我！但是你后面是杰克，空手打他，空手打他。你好像也不用去打哎、欸。对啊，你其实你不用打他、哦，让他自己跑吧，让他自己跑吧，好，让他自己跑吧。我只要打两票哎、欸，哦，打两票。哎，为什么打得到啊？这样的票呢？我也在跑啊，也有票啊，这是我一直在纳闷哎。合作无间，合作无间，可以可以。路线被我砍了好多人。哎，不是，哎，我真的很想问呢，因为我也有按砍错跑啊，可是不管怎样，就是跑不赢别人。没有啊，你如果在转角处的话，转角会转角，你知道稍微转一下视角。狼人有那个加速，加速的话就不用跑跳。对啊，对对对，加速跑跳没有用，本身就是快乐。哎呦，难过，很惨。博博很加油，博博那边跟我从头跳到尾，我就是他是有猴子，他这个鱼对，鱼也很担心说，当然要跳啊。对啊，博博跳 OK 啊。对啊，结果我们两个竟然没有互塞。我以为你在跟我互杀哎，没想到你跟我僵持这么久。哎，鱼那时候没有把他没有投死哎，我觉得很那个很纳闷。嗯，那个时候应该是晚上啊。卢米那时候投杰克就好了，三票，就看是在哪边啊。就看到有杀人现场，然后还关门的声音哦。可不可以好好玩个游戏呀？不，两场兄妹，一场狼人，好难过。哎，狼人也是在体验啊，你可以杀人呢。我第一天让你砍了，哎，你能体验到吗？太好了，所以你砍了两个。你第一天砍我，哎，我等下就换，我砍两个，我等下就换。我打就换 skin， 换 skin 吗？想骗人啊！我突然觉得炸鸡翅好好玩哦，跟在狼人旁边没事。杰克，我以为你是第三只狼哎、欸，我不是啊，我一直都不是啊，我是一个小缺口啊。有三只狼，本身就会有很多穿装的，对啊，所以我在跟在旁边，然后看到底是谁。那我们接下来加入一个。抖 M 啊，抖 M 啊，抖 M 教主，那就是杰克啦。不晓得在报名式是怎样啦，有可能也是一样，就是白天被票的时候就会算获胜，是自杀炸弹客的感觉。你说叫什么？白天你要想办法，白天的时候被打头，你要装卡有没有？哇，丘比特就没了，多了一个抖 M 教主，什么东西？他没有投票权，可是那在辩论室，在报名式不晓得会怎样。嗯，死了就算了。他没有剑，搞不好他只是死了就很爽而已啊。哦，死了就赢了，他死了就赢了，好开心哦。只要让他开心就赢了，有没有？他就对他是被票死就很爽，然后就赢。他被票死就赢啦。哎，还是我们规定，他被票死的话，那个人要开麦讲好爽之类的。我一中途赢了，当然要豪爽。你好爽，我可以不爽。我说像报名似的啊，哦，可以啊，可以。那种不妙的预感。另一个地图，和平社区，好爽哦，好爽哦，好爽啊！看看谁是抖 M。哦，哇，我要红了！打我，打我，打我！我是抖 M。你也打我，谁打我？打我！我是抖 M， 打我！奶茶，可以买，这个鸡排可以买。打我，打我，打我，打我！奶茶，这里跟我走。打我，你要买什么？这里，快点打我！我买冰。打我，你们要打我？我想要爽。团带我到宾馆，团团你要干嘛？我们一起喝珍珠奶茶。这里啦，这里啦。怪的，我觉得团团怪怪的。好啦，干嘛？因为你要带我去宾馆，我进不去。你这个理论，我觉得你怪怪的。等一下，你们那一堆人哦，你们注意一点哦。然后一只老虎在里面就完蛋了哦。啊，哎，这个进不去哦。团团是我杀的哦。啊！我直接请他喝茶了啊！请他喝外送茶，我已经是鬼了。波波也要请我喝茶，我觉得怪怪的。没有，可以吃鸡排，可以跑比较快。什么？你哪里来的鸡排？可是他只能买一次就没钱了。对啊，没有，他每个人钱身上钱不一样。我刚刚就100块，我可以买两次。
我还剩36块、欸，一块钱，你好穷啊、喔！我只有一块钱。马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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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死了，两个人三个。哇，那个场上那个狼人狂杀的，手机都扯了吧？哇塞！好爽好爽，真的。怎么多？两个。哎、欸，会不会一晚全部杀光光啊？喂你。可是我目前只看到两个狼哦，我感觉我刚刚说不定杀对了。我是鬼，我是鬼。走开走开走开，鬼，我是鬼。好可怕哦，是谁啦？谁在那边？谁啦？你谁？谁？谁？他怎么死那么多人？哎、欸、谁？哦，没事，有人杀错人了啦！哦，我要跳身份，我要跳身份，我是猎人，你是啊，我是猎人，你拉了谁啊？刚刚拉了陨月，陨月吗？对，陨月吗？是，有没有其他猎人吗？可是猎人想被打，快点，讨厌猎人，好奇怪了，讨厌吧，讨厌猎人。这不是抖，这是变态吗？杰克，你是不是怪怪的？啊，我一直都怪怪的、啊，怎么了？哇，好坦诚，自己讲，他讲，我请他喝茶，我请他喝茶，不用票他，我请他喝茶。好，我真的是猎人吗？你等一下也用技能，我才可以保你。好，那来，你在我旁边。我请他喝茶，我请他喝茶。喝茶了，茶好喝。等一下，波波你远离我。我觉得波波怪怪的啦。你先跟我大概87公里，然后等一下在那个把你马吉马吉。晚上喽，注意哦，快跑！哎呦，哎呦，哎、欸，你这白痴哦，有些都进不去沙会啦。他只是装饰品。他刚刚不是说要那个？哎病人、啊，病人呢？病人呢？好、欸，真的有病人哦。哎、欸，所以剩那一只狼吗？在水里的。啊？有，对，水里有一批，水里有一批。他那个有抓我。这边怎样？这边怎样？刚刚定住只有水里一批狼而已。真的？那可能只剩那一个了。谁在游泳啊？谁湿湿的就知道是谁啊？谁湿湿的？谁湿湿的？怎么发现他湿湿的？对啊，你要怎么发现他湿湿的？啊！拜拜！啊！啊！死掉了！虎爷，虎爷，悄悄了，悄悄，你死了，悄了。我要说。我超白痴的，小雨不是第一晚就死了吗？然后我还验他，然后重点了，重点来了，他是狼。好，然后杰克是好人。Siri 繁星应该怎么？繁星是狼，我刚刚看，因为我刚刚跟 Bobo 在那个全联这边，然后里面剩繁星。繁星，那打他。来，一人一刀，现在一人一刀，快来，快来！好人，因为刚刚那个波波有拉过他，快来，玩不下去了，我干掉我两个队友。自刀啊，永不必中心，你这个自刀狼有点奇怪。不是啊，我在他们面前穿铠甲穿很久，他们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动作，就直接砍下去了、啊。我这里要换，好不好？哪有？赚到！所以对，长期都是被你傻发的吗？对，刚刚看到有一个穿装的嘛。白痴哦，巧克力，我只是抖、啊。他没有，他真的没有显示。你倒在这里傻发的，对啊。我就觉得你怪怪的。我只是跟你说那边可以喝真奶，我就爆了。而且，哎、欸，我明明就炸气室，然后还没喝饮料。语气透露出你的抖哎。请你喝真奶错了吗？怪怪的。我很想喝真奶啊！不能喝真奶。好了，我下次找你，这样相信我了吧？我下次找你吃鸡排啦，我下次找你吃鸡排啦。好，这也是露米跟小雨都是被反应杀。哎、欸，超顺的，一路砍过去、欸，哎，我还来不及穿，你知道吗？哎、欸，反正应该有看到有一个人穿吧？有啊，你啊，就我啊，就只有你而已啊，我没去理你啊。结果是杰克是大祭司，没事的，我没理他，没事，就炸祭司没事。然后我在那边偷偷追包包。对啊，你在那边没有，我就要演一下、啊，不然不像哦。难怪巧杀你，就是所以白天漂亮要小心哦。
有抖音跳图哦。好，都跳错了。哎，如果抖音这张图被骗死，就直接结束了。快点打我，打我，打我，可以，打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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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喝真奶。然后我要买药吃。我刚刚有看到盐酥鸡，我想吃。我有真奶，我有鸡排，那的鸡排。这里有鸡排。对啊，鸡排在哪里啊？鸡排在哪里？不要吃鸡排，那鸡排怪怪的，不要吃。鸡排在这个中医店往前走。哇，我86块。哎，作者，这怎么看都不像鸡排好吗？作者。我也想要看鸡排。请告诉我哪里像鸡排了？我想看大是什么关系？我操，也可以。打我，打我票，我帮你按点到了，这么钱？没有，他是在抖M啊，他是抖M。没有。票我票我票票我村民我村民票我票快点打我叫你打我叫你打我叫你打我快打我打我快点打我啦！巧克力外面投掉你快点你快点，他很奇怪，快点票我啦！你那是谁？是我哇！就是我不小心点，我不小心点到了。我觉得那个肚子很奇怪，我要守，我要守在这边，谁敢靠近这边，我继续票他这样子。繁星超凶，女巫可以对他喷毒。哎，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了，繁星超凶。哦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哦哦，还直接去打狼啊！哇，太凶了哦！哇，那以后好恐怖哦，超黑的。哎，繁星死了，繁星死了。啊！哇！你跑去喝东西哦！啊、没闪避到，好可恶！刚看到外面好多人哦，啊，我找到耶稣基督，好多人的哎，我满足了，哎，杰克怪怪的哦，不是不是，杰克好像杰瑞你也怪怪的，杰克你怎么了？我怎么了？杰瑞在旁边对不对？对对对，我刚跟哈基没有，我知道，我现在知道好人有两个啦，杰瑞跟小雨啦，没有啦，我能信任的啦，我没有知道，好不好？感谢娜娜的，哎，等下酱油刚被找到路斗，哎。我可以先带我去找，找什么？你要带我找谁啊？那你先告诉我臭豆腐在哪吗？哎，我想看臭豆腐在哪。有臭豆腐啊？有臭豆腐。我怎么记得只有鸡排跟蒸奶？有，在哪里？我觉得团团有点小怪怪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在哪。我觉得团团怪怪的。不管，我要相信团团。为什么我死了？我只是想看那个。你刚被丢毒啊？嗯，你有没有注意你头上有东西啊？你是兄妹 CP 吗？兄妹没有 CP， 没有 CP， 你这位置太猛了吧？八级，隐约怎么上来的？八级，快点，我们比起来。哦，走这里哟。哦，哇，你那你那里有卖什么？哎，那个怎么上去的？八级哦，你太强了吧？真的。哎，那个怎么上去？好强！哦，走这里哦。哦哟，我要跳！我是预言家，那个团团是狼人，然后他就是好人，对对对，就是你。然后有狼人在追我，我感觉命不久了。我就不演了。不要说小象，我不知道追得到吗？谁不追我？谁不扁他？谁不扁他？哇！我就不演了。不演了，吃臭豆腐。我是说，这里哦，没有看到你哦。杰瑞是好人，他是猎人。啊，杰克嘞，杰克嘞，杰克是猎人，找你啊，杰克。你是抖 M 啊，你不要在那边啊。没有，有可能抖 M 还在哦，是吧？团团，白痴哦，团团，团在前面，他在熊福利，小福利，我刚刚找到鸡排了，耶！开心的鸡排我们都知道，要不到，有没有臭豆腐或豆花？猫咪好可爱，哎，你们怎么都在上面啊？也太猛了吧！啊，福利熊哎，小雨看这个，小雨看这个，这个头。好可爱啊！超可爱！哪里福利？哪里？
我要去福利熊了，时间来不及了，时间来不及了。这个可爱，哇，超可爱！快跑，波波快跑，快跑！福利熊跑，福利熊要出草了，出草了，快跑两个人。哎、欸，这里有一只哮天犬呢。哪里？哮天犬是什么？我要掉下去了。谁？为什么有人掉下去啊？他被……哦呦，他被传上去又掉下去。你是不是在边缘拉人家？怎么上去的、啊？你们对啊，告诉你，应该是虎爷那一种吧？跟你是怎么到底怎么上去的、啊？好扯哦！虎、哦，这么厉害，真的是很厉害哎、欸！我刚才有看到卤肉饭，没有看到。哦，有吗？我是爬上来的，不是坐电梯的。哎、欸，唐三停，唐三停，回头。嗯、我想告诉你个头颅而已， yeah. 头颅而已。我不要头颅啦，没有，很可爱。我不要。下一天他死了就可以看到了。真的啊，我死掉就可以看到。哎、欸，这里是哪里呀、啊？都迷路了我。你要拜拜。迷路了。拜拜谁啦？我噎到了。哎，团团，你在哪里？嗯、我在福利熊啊。你最好真在福利熊、啊。没有，我真的在福利熊啊，真的在福利熊。他自己就是福利熊。我看到了，他在前往福利熊的路上。对啊，我在福利熊啊。快点来、啊！你一定要想办法跳上去了。粉团，你来嘛！不是啊，我根本不知道你们那边怎么过去哦。那怎么？他现在是想过去找你们，他还办不到，你知道吗？对啊，对啊，你知道我还办不到、欸。那你先让我打一下，我等一下，这是什么景象？对啊，我让你打一下。哦哦，来二折一，来我让你折一，来二折一。哎，我们来看世界的票选，命中注定会是谁呢？我是觉得八成是我会死啦，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对啊，我对我没信心。两只福利熊，我对我没有信心。你看，杰克在那边，杰克抖哎，杰克抖哎，哎，我演得很好了，我的炸鸡是演得很好的，前面把一票死。哇，关心什么？我只是问他那个是什么，然后他就骗我，然后谁叫你问他是什么？来，哎、欸、哎、欸，巧克力，你就懂了。我只是叫你们喝珍珠奶茶，我就被弄死，好吧？一样的道理，我感觉了。姐妹姐妹，他觉得我要不是看到一只狼也在跑，对啊，没有我知道我看是你啊，这个干拉，没办法，我要跑了，我要跑了，不能上，他拉开，他拉、啊。你们那上面怎么上去的、啊？后面有楼，刚刚不是有史蒂有楼梯，史蒂夫跟那个的吗？有个小巷，小巷走到底，最底面那一格就是楼梯了。哦，等一下一个人在那边卡在那边，大家都可以走。解谜游戏，那个好身份的有，你有身份有可能是抖恩教徒哦。嗯，不一定是村民哦。史蒂，小心，哇！我有红包了！哇哦，我有红包！快点打我！是不是都打我！打我！我喝真奶！我喝真奶！大家都打都打！哎哎哎！不要叫别人喝真奶，等下你又被弄死！他这是不是都一块钱的？你怎么永远都一块钱？哦，我还有126块！你看我跑比你快，走这里走这里，因为我喝真奶。气了！哎哎哎哎！阿基，怎样啊？把我打下去！哦，好坏哦！但还没有票啊，他就这样子。哎，投我啊！巧克力，我手上这个你有没有看过？这是什么？我有真奶的，都有啊。这是真奶。为什么你们有真奶？下面有。为什么一堆人都在上面呢？如果上面有狼，那就完蛋了。我们一个人一个屋，一人一栋，好不好？一人一栋，一栋。你不要，你不要过来，一人一栋，最公平。哎，我怎么奇怪？什么什么？哇塞！可以。我觉得有人秒票哦，有秒票。好，我是觉得应该是那个 H A 那个啦 ，H A 秀吧，秀秀。没关系，没关系，嘿，你怎么可以？晚上了，晚上了，哎，晚上了，晚上了，不能讲名字哦。预言家可以说，对不对？对，不行不行，不是要白天吗？预言家查到的可以讲。哈基斯狼没错，没有啦，我才是预言家啦。哎呀，哎呀，哈基斯好了，哎呀，哎呀，你们要不要三
你手牵手，看你们要信谁，他其实好人，就这样。哎呀，哎、欸欸，你好可怕，你看起来好可怕，你看起来好可怕，我看起来可怕，我拿很正常。哎呀，哎呀，你还躲这里哦？嗯，哎呀。我、哦、好可怜哦，那个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很凶的，没有，他既是好人，你们就不信我？票，快票，票！团团是不是抖 M 啊？你等一下，团团是不是抖 M 啊？没有，没有，是我是好酱油吗？预言家，我刚看下面两个狼，预言家，你是后来跳下来的，我是预言家。哦、好来，繁星在哪里？没有，我不会当月亮。月直接读，对，月直接读啊，很强哦，很猛啊！哇，露米被票了。哈基在哪？哈基，哈基在哪？现在哈基米月票，月票，哈基来，有两票，票我，票我，大家票我，快票我，票我，还要等等等。哎，你为什么挡？谁先打五秒？他不是啊，他不是啊，我觉得他不是抖哎，他不是啦，拜拜，烦死了，注意哦，注意哦，危险喽，危险哦，好哦，酱油你怪怪的，有可能狼是抖哎，啊，我看到了，应该看到了，应该不可不能这样设计才对，是说飞狼方吧，应该是飞狼方，我真的看到了。哎，不对啊！可是你是好人，不要一直笑。卢米是好人，到底是怎样？哦，可是你是好人，白痴，不要在那边乱吓人，好人。不要笑人家！哎，我真的是快笑死！精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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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终于有一个了。怎么有一个是谁？他怎么没有出来？连光都没有哎。没有人亮哎、欸，有人在躲啦，在隐藏，有人在躲啦，有人在有在演，在演哦，在演哦，哈哈哈哈哈，酱油你人呢？酱油好像是好人哎、欸，我刚跟着他的屁股。哦，那个还是你一直跟着他，所以他不敢亮。对，亮不起来、欸，有可能，没关系，我下一碗验酱油。酱油你怎么成分？等下验酱油，等下验酱油。我想说，刚酱油被追，我就不验他，反正我想酱油是村民哦。他是熊福利，他是熊福利，我看他是熊福利啊。哎，其实我觉得没救了，你帮我票死好了。你放弃了吗？你也太快放弃了吧！刚刚看到那个哈基被票死，我眼泪掉下来了。我的眼泪掉下来了，我哭了。为什么？在另外一座桥，另外一座桥对面，对面。他很远。哈基又在自嘲。我一定要给你们诉说我的绝望了。我看到我的狼队友打另一个狼队友，然后不一样，然后接下来我想说大家一人一动，等下就要开杀，就他一票我就掉下去。我想说，哇，我票他也不是，他感觉就是狼，我也是狼，我怎么办？我旁边没人呢。我看不到一开始，哇，难怪你要悍跳！一开始不知道啊，一开始不知道。我就告诉你们，我讲话的瞬间，是远离大家好。我看到那两个狼伙伴，我已经很远离。团团的地图差点被打成呢。对啊，还好你投毒哎。不是啊，酱油啊，酱油，我在绑你的狼，然后你还说我是不是抖 A， 然后呢就不相信我是预言家，难怪你的狼队友被票掉。我跟你讲，我的狼队友太傻了。不是啊，你也想办法帮你哈基活下来，然后你还不相信我是预言家，你还说我会不会是抖 N 这样子？他只觉得你是懒，然后我知道我是信他，真的是他不知道吧？他只乱票一个吧？哎、欸，可是你真的是抖 N 啊？我真的是啊，我真的是、啊。不是啊，酱油你怎么知道巧克力是狼？就是酱油你怎么不会觉得团团是那个狼？对啊，对啊，我今天没想太多，因为他。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知道你们两个是狼了，所以我才说团团会。为什么你会知道？你怎么知道我是狼？我第一时间都死了。你怎么知道的？他真的死了。我跟你讲，我忘记你死了，我要验你。哦，你是雪狼哦，魔狼啦，你是魔狼，魔狼哦，我死掉那一瞬间跳出来，魔狼验到巧克力。哦，所以我刚一直笑，就是因为原来我杀的是自己。我们都不想讲，我有机会再来数落你。然后接下来他自己死了，我看到我成为狼王，我心里想，我心里有句脏话，不知道该不该说。
没事，我们下一场更美好。哦，我快笑死我了！我就这两个职业吗？没有别的。可不可以？我怎么又是？可不可以教我爬？我知道选了什么职业了。啊，吃鸡吧！哎，我比你快，我倒退走都比你快哦。有啊，跟着屁股走。我值了1块钱啊！臭豆腐，臭豆腐啊！我又变快了。你们要规定第一天买票。臭豆腐到底在哪啊？我没有看到。不能狂直接票。我要去，我要去收福利了。哎，好厉害哦！我要去买。真的有臭豆腐啊？有啊有啊有啊！我看到那个，在那个卖房子那边。卖房子那边，租那边，租最远的那边，是不是？好，等下去买来吃。哦，掉下来。哪里？我闻不到臭豆腐的味道，它是不是不够臭？它叫大大房屋正统臭豆腐，新疆店啊！啊，电话是888888888，广告商，广告商，不是接工商啊！你收了多少钱？自己讲。888888888888。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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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完蛋了！受伤了，你走开啊！八八八八，在发光喽！白痴啊！哎呦，我看到他从天上掉下来了！谁啊？你怎么了？谁？我被吓到！我也被吓到！哦，哎呀，外面好多人，外面好多人，那边还有一个，那边还有一个，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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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等，哎，不，哎，你在干嘛？你干嘛？大家看那个楼上，哎，楼上怎么了？楼上全部都是狼啊！哇塞，快逃啊！狼下水了！啊！快跑！赶快游，赶快游，游起来！两个游泳，快跑！哎，我在努力游，我后面都是狼，白天了，天亮了，预言家，杰瑞好人，然后酱油刚刚也是好人，酱油是猎人，因为他把我水里，杰克是狼，不是好人，杰克好人，有人可以保我身份，然后允月应该也是好人，因为我看他都没动。你们小心，刚刚狼在这个水附近的哦，他追我追超久，杰克刚刚对岸。我觉得这个谁帮你身份？这个杰瑞跟团团可以帮我身份，那就是小雨啦。小雨，等一下，给我一个音乐，我想去吃臭豆腐。先给他一票。他的身份是想吃臭豆腐。我想吃臭豆腐。上啊！我不想去吃臭豆腐。哎，两票够了，就这样，够了。杰克带我们吃臭豆腐。在那个租屋那边，等一下，哇，租屋然后靠桥那边，小雨拜拜，哦哟，我又吃拜拜，哎，小雨我会帮你吃的，哦，臭豆腐在这，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哎，臭豆腐1份50块，哦哟，我想吃，我知道了，救我，还不错，美女，我看到你后面是狼，我们要救你，我是预言家，哎，可以，可以，繁星是狼人。我不是，是你就是你刚刚想对我说的是，你是不是追着美女跑？是追着美女跑，你猜这应该是哈基。哇哇，好，干得好，